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大家的游戏流程解说方舟啊。咱们现在呀，大概家呀，新家就建成这样了啊。这门是太丑了，这是我的房间，然后这是空气的，然后这是大漠的啊。大漠房子盖成这样，这层高有点低，我告诉你好话，你那层高有点低。然后那咱们也弄一个楼梯吧，我看一下啊，楼梯，哎，打不出来字儿呢，怎么？哎呀，这输入法是真恶心呐！哎呀，我的妈，我看一下啊，我整什么样的呢？这里边倒是有啊，小伙伴们，这个他这个里边带的这个可恶心了，老丑了，便宜倒是挺便宜的。你看这种像泰克的嘛，它颜色是这样的，你看多恶心，一股山寨味儿。我这打不出来中文字是个啥意思呢？哦，好像是这样吧。哦，好了，楼梯这儿没有，那咱们搜一搜啊。螺旋楼梯、金属楼梯、泰克楼梯倒是挺好看的，是不是有点贵啊？能量元素聚合物还行，这玩意儿，哎，我想做个这玩意儿。水泥、金属、元素碎片我有吗？够呛啊，咱们来这个金属的也行，是吧？符合我的气质，行。楼梯都这样，哪儿做呀？铁匠台里边做，做吧。这个呗，是吧？金属需要一点。金属炉子里边应该有吧？我金属呢？没有，这怎么回事？老莫啊，那个什么，我给你点那个啥水晶。老莫人呢？老莫，水晶给你放到镰刀龙身上了啊，我去忙去了啊。他刚才管我要水晶来的，给500多个啊，你应该够用了吧？金属没有是几个鬼呢？我竟然没有金属啊！金属我都给用了是吧？行，反正我都要做那个金属的烧碗呗啊，这个得需要木头，来烧一下。哇去，别告我做一个这个我就没钱了，烧啊！哎呀，这个废金属它不会烧吗？那我这点也不够啊。好，那咱们去打金属也少，小伙伴们，打金属啊，那咱们还去打那个什么去啊？石头人去啊？石头人给的多，走，哎呦我的妈，飞起来呀！哎呦我去的，哎呀我的妈，飞起来啊！咱们去找一下金属看看啊，哪有金属来的？那个我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儿啊，小伙伴们，什么事儿呢？这甲龙啊打金属啊，就那种金属块啊，打金属其实不怎么多。哎呀妈，这哪儿啊？哎呦我去，我去找个地方啊，有金属的地方，这附近有吗？有，飞这么快也看不着啊。哎呦我的妈，有吗？哎，镜打开啊，看不清金属。哎，这不就是吗？咱们看看，用甲龙打一下看看啊。我感觉甲龙打的有点慢，打的少不是慢，200多个，还行。还有吗？现在盖房子呢啊，1000多个，我看看还有没有啊？这不也是吗？来，甲龙来，给我砸点，只有这个混的差不多了啊，你才能盖这个什么金属的啊、泰克的、啊、是吧？因为材料太麻烦了，弄。来 ，OK， 就是砸啊。还有前面啊，我看到了，哎，这你看这不还有吗？金属200多个，还行啊。怎么比我自己打多了？可能杀那个石头人杀习惯了啊，杀石头人给那个水晶、水泥，哎，不是水泥给不给忘了？黑曜石，反正还有吗？来给我，够了吧？3000多个，回家吧，新家啊，走。哎呦我去，大哥，我把他自己送过去了，我们家在这儿呢啊，这边不叫比较平吗？啊，哎呦我的妈，这是我的屋啊。好，那烧吧，这炉子啊烧东西特别快啊。木头呢？不是，他怎么把我的木头都烧成灰了？完了，我没有木头了。你这是，我看一下啊，三角龙秃鹫，我的那个什么，我的泰克的那个剑齿虎不知道哪儿去了啊，小伙伴们，有木头吗？没有木头呀、啊，金属有啊，70多个也不够啊。你走吧你，镰刀龙有没有木头？有个叫空气刀割的啊，有吗？有，多，可以，你回去吧。这个工具龙呢，大伙共用啊，来吧，塞进去，别烧了。哎，你这什么毛病啊？木头分一半。哎呀，你这么搞不行啊，我先给它毙了啊。好了是吧，金属已经出来了，别烧了。这碳要这么多干啥呀？我就想要个梯子，这么难吗？给，有个纸板的，咱们做哪个好？旋转的吧，说实话我不太喜欢，那我来这个纸板的吧。一个两个，我估计怎么也得三个吧，我先做两个看看啊。纸板的，我看看怎么个上法啊。这儿是吧，一进门我要么就走，要不然就上去。哎，这样挺好啊，纸板的我来一个。你换个角度呗。我去，我得先砌墙啊，我看看一格两
两格三格，那我得在这个位置两个三个四个，我得干四个，那我得先砌墙。嗯，我看一下啊，我得有这玩意儿。那我算一下啊，一二三四，得这么上去。那就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啊，我得在这儿，那我的墙得在这儿。算的对不对，我再算一下啊，弄错费了是吧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啊，对对对，一个两个，来再给我做俩，什么好贵啊这玩意儿，一个两个，然后我还得有一个那个天花板呢，我要金属的，这个的也行，这个缺水晶啊，水晶我都给那谁了，那我来个铁板子吧，铁板的也行啊，先拿一个吧，这玩意儿挺贵的。然后那个什么，哦这样啊，那个什么给我梯子给我，好，我的想法是这样啊，梯子顺着这儿上去一个，好，然后呢我顺着这儿放一个，要这么上不行，我得这么上，那我就天花板呢，我的想法是天花板放在这个位置，哎，给我，我去完了，你咋这么放的，哎，完了，我要给它摘下来，这咋整啊，你这个人不，有没有什么样给我放一下的，哎呀怎么放这么放的，有病啊你，哎我摁不着你咋，哎我急死我了，哎完了好像得拆了，哎呀真个人，我看一下啊，再给我来一个吧，就不满意啊，那我要这样呢，这儿来一下，我有个过渡得了，这样呗，下来吧，奶奶的非得拆了，哎拆错了，哎呀你烦死了你啊，哎呦我去的，这个人，我看一下啊，这样，然后呢这样，不是这儿不是，真是烦死了，我看一下啊，跟我想的不一样，先给我来个墙，温室建筑，温室给我来墙呗，哎呀不够那个啥呀，老莫水晶有点没，我放谁身上了，放镰刀龙身上了吗，水晶他没拿呀，老莫我给你水晶咋没要呢，那我再要回来点啊，要一个这个啊，没毛病，然后天花板再来一个啊，天花板还得来一个，哎呦这玩意儿好贵呀、啊、OK， 这样，然后墙呢，墙太贵了，我给分出来点得了呢，水晶给我，水晶我分出来200个 OK， 然后剩下的给他，弹幕呀我放到镰刀龙身上了啊，你自个儿拿吧水晶啊，你不让我要管我要水晶吗，好，然后呢我这个天花板呢我就放在这个位置啊，对吧，然后呢我梯子放在这个位置， beautiful wonderful 啊、可以，然后呢墙给怼上啊，哎这样我就上来了，这样好像更好点是吧，比那直不楞登上去是不是、啊、然后这边就可以铺了啊，哎呀妈这个地基是真恶心呐、啊，这个吧倒是有便宜的小伙伴们，这个地基你看人这个地基样式多好看，做完是这个德行的，你多恶心，这个还不如石头的了，就一股浓浓的山寨味，这个门也是这里边做的，恶心死了是吧，这样小二楼就出来了是吧，小楼梯我就这么盖啊，还不错啊，可以。